咁仲記得咧，大學嘅時候啦，教上古詩老師咧，咁同我分享佢發現個東周墓葬嘅經過。咁當時面上個滿足同埋興奮嘅表情咧，咁我而家仲歷歷在目嘅。咁我哋香港呢個地方雖然好細啦，但我哋呢度有成200個具有考古價值嘅地點。咁我哋呢個出土嘅文物咧，其實都唔輸蝕嘅。其中咧仲包括呢個人面弓形架青銅劍，喺個大嶼山興建石壁書堂嘅時候發現嘅。青銅劍之外咧，我哋喺南丫島出土咗石牙章同石串飾咧，就可以見證咗我哋喺史前時期呢個先民咧已經有好高嘅技術。咁同時間咧，嗰啲先民咧都住喺海邊，同埋佢哋會做一啲好精美嘅陶器嘅。咁我哋嘅考古展廳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可以俾我哋香港市民咧認識下香港嘅過去，同時間咧可以好近距離咧接觸一啲文物留低嘅信息。